《礼记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君子之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”人生在世，要懂得规行矩步，为人处事当心存敬畏，有所忌惮，不可盲目自大，贪得无厌，否则只能是逞匹夫之勇，终难成事。只有正确认识自己，方能来日方长，行稳致远。继逞强，好胜。韩非子《中》说：“致远侠中，则与使同，故事不变，非所由逞能也。”意思是说，把猿猴放到笼子里，就和猪一样。所以，形势不妙的时候，就不要逞能。凡事要懂得适可而止，量力而行，万不可争强好胜，作茧自缚。公元前311年，秦惠文王之子嬴荡即位，此人身强体壮，自诩天生神力之人。他喜欢和人比力气，大力士任比、乌霍等人因此做了大官。秦武王四年，嬴荡一行人观九鼎，这九鼎本是大禹收取天下九州的贡金铸成，每鼎代表一州。武王逐个审视，看到代表雍州的龙纹赤鼎时，对众臣说：“这鼎有人举过吗？”守鼎人说：“此鼎重达千钧，自从有鼎以来，无人可举。”嬴荡不信，便与属下卫士孟说比赛举鼎。大臣和随从听说秦武王要举鼎，纷纷劝谏说道：“大王万圣之躯，不要轻易失利。”可是他相信自己神力加深，不顾大臣的劝谏，卸下锦袍玉带，大步上前，拼尽全力举起龙纹赤鼎，岂料右脚难以支撑，身体一歪，鼎落至地面，砸断胫骨，气绝而亡。人生在世，一次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次次失败，一次的隐忍也不意味着人生无望。要懂得低调做人，切忌锋芒毕露，任何无知的逞强都是愚蠢的行为，更是致命的弱点。正如《常理举要》中所写，遇事要镇静，做不到的事莫妄逞能。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。忌喜怒，于色。知乎上曾有人问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？其实有一个高赞回答：不在什么事都写在脸上，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自己的心里燃成一团火，而路过的人只能看到表面的烟。的确如此。正如《菜根谭》里有一句话：人不轻喜怒，物不重爱憎。情绪是一个人内心想法的表现，真正成熟的人从不会让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，而是懂得克制和消化。有一个情绪暴躁的修行者，一心想改变自己心浮气躁的缺点，于是他花费重金修建了一座庙，并找高人写了白忍寺的牌匾挂上。附近来往上香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人每次都要把自己的善念解释一遍，大家都很敬佩他，他也认为自己暴躁的情绪得到了净化。一天，
一个禅师路过，问道：“匾额上写的什么呀？”修行者微笑地说：“白忍寺。”禅师又说：“我没听清，您能再说一次吗？”修行者有点不耐烦的口气说：“白忍寺。”禅师微笑的又问：“您说叫什么？”修行者暴躁的说道：“白忍寺，你的耳朵是有毛病还是你听不懂人话？”禅师笑着说：“我才问了三次你就暴跳如雷，还叫什么白忍寺？”生活中难免遇到让人气愤的事情，发脾气是本能，不发脾气才是本事。真正的强者从不会怒火中烧，而是懂得控制情绪，不做情绪的奴隶，更不会让愤怒控制自己，让自己失去理性，从而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。做人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让怒火占据内心，要告诉自己，生气就是认输，最终输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人生。忌贪的无厌。后汉书中有言：人苦不知足，忌平庸，复忘属。人生最大的苦楚是不懂得知足，既得到了垄地，又想着属地，贪得无厌。人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，欲望更是填不满的无底洞，所以才会心力交瘁。人生赤裸裸来，赤条条去，带不来也带不走，做人知足才会长乐。纵有家财万贯，日食不过三餐；纵有广厦万间，夜卧不过七尺。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：贫苦的帕霍姆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，整日忧心忡忡。一次听说邻村地主要卖土地，于是就将家里的马匹蜜蜂卖掉，加上工钱和问亲戚们借的钱，去买了50公顷的土地。于是帕霍姆也成为了一个地主，有钱有地，生活过得优渥富足。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帕霍姆并不满足，听说有一个地方土地价格按一天走过的地方算，于是他不远万里来到这。地主说道：“这里土地众多，你一天走多远，走过的土地都是你的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是，必须要当天日落之前回到出发点。”帕霍姆高兴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于是他趁天还没亮就出发，不吃不喝拼命地走。眼看就要日落的时候，他倒在了离起点1公里的地方，从此长睡不醒。于是众人将他就地埋在了这里。牧师感慨地说：“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？就这么大。人这一世不停地奔波劳碌，总是为得不到的东西而沮丧和抱怨，殊不知再多的钱财和地位，最终需要的不过是那七尺之躯的土地而已。世人在追求欲望的同时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烦恼。想要的东西很多，还想要更多。贪婪会吞噬一个人的心智，让人无法自拔。做人要懂得知足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真正的知足不在于追求无尽的欲望和物质的堆砌，而在于对现有的生活心存感激和满足。它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和智慧，
使人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从容。真正的知足不是消极的妥协和满足于现状，而是积极向上的心态和生活态度，让我们能够在追求更好的同时，欣赏和享受当前的生活。愿我们能够通过培养真正的知足，拥有内心的平静和满足，从而找到更多的幸福和意义。让我们不被物质的诱惑和社会的压力所左右，而是从内心深处寻找真正的内在价值和追求。通过培养知足的智慧和洞察力，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，追求无尽的欲望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和幸福。真正的满足来自于对自己真正需求和价值观的认识和追求，让我们能够摆脱外界的噪音和干扰，从而找到内心的安宁和真正的幸福。知足才会长乐，才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找到真正的容身之所。人生之路，道阻且长。只有懂得心生敬畏，低调做人，谦卑处事，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，多走坦途。正如方孝孺所说，凡善怕者，必身有所正，言有所归，行有所止，偶有逾矩，亦不出大格。愿你认清自己，不忘初心，知足常乐，更愿你的人生春意盎然，繁花似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，表达您真实的感受，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。最后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你们的收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不能太强求，不能太自由，随波逐流。可是我追求真心的坚守，但愿人长。